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来到恩宠快讯。接下来由我来跟各位播报本周的信息。下周六及下周日的信息是由邱婉琪区长带来的不打安全牌，在结果揭晓前绝对绝对不要放弃。你可以输掉一场球赛，但绝不能在结果揭晓前就放弃。畏惧是自己的最大敌人，在绝境中激发潜能，不要再打安全牌。神要帮你挥出制胜的一击，如何让自己逆境翻转，挥出制胜的一击呢？你一定不能错过由邱婉琪区长带来的不打安全牌。2月5号，也就是这个周日的崇拜结束后，教会为各位准备的精心时刻就是与牧师有约，邀请你们在这周日崇拜结束后来到我们左手边的恩宠区和牧师见面哦。同时也要提醒各位，2月5号，也就是这个周日的下午时间，我们的君王之子鼓舞营还有门徒学校上的课程同时都在举行，所以副堂还有交易厅都是不开放使用的，千万不要跑错地方咯。谢谢大家在过去的一年努力的举办一个又一个的活动，从幸福小组一直到全人更新营，我们彼此合一，见证了一个又一个的神迹。我们准备了一系列的回顾影片，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要带着大家一起坐上时光机，欣赏我们努力付出的结果。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圣诞节的回顾影片吧。Oh, oh, Merry Christmas!2月12号周日有一个重要的活动，就是我们的君王之子鼓舞营成果发表哦。记得家里有小朋友的家长们，一定要来帮自己家的小朋友加油。同时，大家也能欣赏在这个鼓舞营会里面小朋友的学习与成长哦。最后，让我们一起跟左右两边的人说：享受神的爱，祝福一整代。福音到你家，喜乐恩宠加加加，恩宠快讯，我们下次见，拜拜。